蛋冷水下锅，煮熟给它划几刀，油温七成热下入鸡蛋，炸至虎皮钻捞出备孕，锅留底油放葱姜八角干辣椒搞里头，炒香下入鸡蛋，蚝油最后一滴的生抽搞里头，加入可乐，加入忘情水，盐十三香焖里，放入小火腿肠，20分钟，教做菜2年多了，发了1000多个作品。如果您一个双击都没给过新宝，麻烦大家了。手机有电的情况下，就给新宝一个双击再走吧。谢谢大家。急需已到，锅盖松开。今天咱们做牛粉的盖，加入尿酒，挤出血沫，起锅烧油。20粒冰糖搞里头，熬至枣红色，下油滚了盖，放葱姜八角干辣椒搞里头，蚝油一滴的生抽老抽搞里头，海鲜酱搞里头，加入忘情水，放入盐鸡精十三香焖里，盖小火炖了2个小时。教大家做菜2-3年了，发了1000多个作品。如果您一个双击都没给过新宝，麻烦大家了。手机有电就给新宝一个双击吧，谢谢大家。急时已到，锅盖松。我先来一个，今天教大家做酱焖鲤鱼，鲤鱼咱们给它改成花刀，给它抹上一层干淀粉，油温五成热，咱们下入鱼，炸至外焦里嫩捞出，锅留底油放葱姜蒜八角干辣椒。您每天不知道吃什么做什么，就关注新宝，新宝每天教大家做一道美食。视频都看到这儿了，就给新宝一个双击再走吧，谢谢大家。吉时已到，出锅，小羊腿冷水下锅，加入尿酒，挤出血沫，起锅烧油，放葱姜八角干辣椒冰糖搞里头，火锅底料郫县豆瓣酱搞里头，蚝油老抽搞里头，炒香下入小羊腿，加入啤酒，加入忘情水，放入盐鸡精十三香和一个老王进去，跟着小火炖1个小时。不知不觉教大家做菜2年了，发了1000多个作品。如果您有缘点进这个视频，麻烦大家用1秒钟的时间给新宝留下一个双击再走吧，谢谢大家。吉时已到，锅盖走你。我先来一个，五花肉冷水下锅，来点82年的尿酒，煮出血沫，捞出洗白白，起锅烧油，下入五花肉，放葱姜冰糖蚝油老抽进去，放入胡萝卜土豆子丁进去，加入忘情水，放入盐鸡精进去，盖盖炖10分钟，捞出备用。锅中倒入泡好的大米，倒入煮好的五花肉，盖盖小火炖40分钟，这个就是五花肉焖饭的教程。如果您每天的一日三餐不知道吃什么做什么，那你就关注新宝，新宝每天教大家做到美食。视频都看到这儿了，麻烦大家就给新宝留一个双击再走吧，抱拳了老铁。吉时已到，锅盖走你。羊排冷水下锅，加入尿酒，挤出血沫，起锅烧油，放葱姜八角干辣椒冰糖搞里头，火锅底料郫县豆瓣酱搞里头，蚝油老抽进去，炒香下入羊排，炒香下入啤酒，加入忘情水，放入盐鸡精十三香进去，盖盖小火炖半个小时。这个就是香辣羊排的教程，教大家做菜2-3年了，发了1000多个作品。如果您一个双击都没给过新宝，那么这个视频麻烦大家给新宝来一个双击，谢谢大家。吉时已到，锅盖走你。我先来一块。